এই শোনা গেল আর গো আমি না ভাল্লা ওই আলে আতর না ভাল্লা বাবা বাবা বউয়ে বউয়ে আউ দোসি বাও মানে 男女节都可以 照辣的 男女节都可以 哎, 照辣的 你不要多少 东南亚不必了, 三千五 你不要多少东南亚不必了三千五你要不我那么高嘞那个姐姐姐姐我那高我不高小黑呢小黑小黑呢小黑在呢小黑不了小黑去了杰瑞姐姐坐说招卖一点这个五百块钱新开不行要走姐姐不要这样吗我不要这样子你们太难缠了我跟你讲就这个价我们不会难缠就这个价行吗太太新年第一单对呀第一单八百块钱就这个价 多少快点五百块钱快太低了下次多多买加马上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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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多不多钱欧玛的还有什么多多多货你是不是不想下次多多买了啊超了回来超了回来六百块不要不就五百多了一分都不要你自己考虑没没没下次下次把你的因为 就吗你们应该经常看见我跟他收那种猫眼的那种蛋液因为我有很多去友的话就是说都比较喜欢他的这种蛋液然后有好多去友的话都会来找我来收不两个两个啊等等一下送给我的两个蛋液怎么会带我手上的两个蛋液他怎么上去的他怎么带上去的我的那你送给我两个给你你是不是送给我的好朋友好不好什么哦好朋友送啊 好朋友是不是送给我的那你就拿走阿顶干将阿顶干将阿顶干将这种东西我不说啊不要不要把它卖了哎呀那个卖了哎下下的这个买八百算了给你考虑到没有目的打工这个是伪料我不收的啊伪料不是伪料是那这个是伪料 是你骗人家别人你骗不了我知道吗我都不会骗我都不懂不是你不是不懂你在中不懂你懂的你别人也很难还懂因为你在这里卖了七八年的翡翠蛋面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别人也是你卖了七八年的蛋面我一开始来你就是别人就在这边了你还是你不懂别说不懂这句话他就是中不懂别说不知道你都知道你比谁都还清楚来 是不是这个这个情况不习惯这个单面那个拿回去给那些老板带了他们到时候骂我我们家这个料子不一样的你再便宜一百两百卖给我我拿去我卖给他们他们会来骂我知道吗知道我知道因为我要卖的是真正的翡翠不是真正的翡翠价格给弟弟的翡翠这个嫁给弟弟的但是老板一看过价格那个 到中秋倒闭了刚刚哪个对呀我在到冰箱里面哎呀你出来怎么傻谁行哎呀可以了下标了你欧那么高嘞看到八千多欧那看到不要不看到八千的话我真的是受不了我会痛差不多得了少挣一点钱现金给你结账看三米那后面拿了一颗尾料给我我说我不收我说那种东西我说收回去的话我有好多去了其实 在某一些方面的话我就会给大家讲一点那些伪料啊我已经买了这个伪料没有翡翠的那种硬度那么硬但是的话它是做证书的话它是可以做证书翡翠证书但是的话这个什么要伪料什么是伪料翡翠好好好翡翠好看吗我去哪里哪里哎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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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多少钱出了？来七八个斤。十个、十八个斤。对对对，我懂了。所以说的话，就是对品质呀、对质量啊，这些都是还要严格把关。不可能什么东西都要卖给你们，因为有个东西本来就不好，还要卖给你们，浪费你们的钱。说白了，我们这个信任就切断了。因为润子在这里收获的话，有很多车友的话都是很相信润子的，叫我出来给你们找货。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践踏你们对我们的信任，这个的话是最起码的。啊喂。因为有很多车友直接来就给我。
还有一个客户就是一来就给我打好多钱，我说我你这个钱我不敢收，我说我看不看不看，等收到货了以后我再给你，你再给我转账就可以了。有的客户的话他是很相信我的，然后的话就是一来就给我好钱什么之类的，但是的话那种我都是说我必须要让他看了货以后再那个，因为他对我的信任是太高了，让我都害怕了。就玩喜欢翡翠的话不要忘记来给润子留言，也不要忘了给润子关注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